欢迎我们的刘大萌姐姐。要隆重一点啊，这样好敷衍啊。哦你需要怎么样？就没有一个背景音乐，什么嘣嘣那种。你的手机，你这个东西有吗？然后你自己找。我是嘉宾，让我自己找音乐，我怎么准备？好穷酸啊，感觉自己出场，还有自己给自己放着音乐，自己走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就开这首歌吧，开这首歌好不好？什么？开你的歌。哦，那我会不好意思。你先过去，你先过去。等下你进来，你等下走过来的时候就是要有那种姿态，哦、好吧？谁来了？就是。对。哎，听到这首歌了呢，你们是不是想到了一位朋友呢？刚好啊，手机不见了。今天呢，有一位非常隆重、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到我的直播间了。那呢，他说他的手机不见了，所以他要来我这里找，然后来跟我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的刘大萌。不要这么单身。好，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好，转一圈，转一圈。神经病啊！好了，这是你的歌，所以要隆重介绍。你这直播间是有反光，有眼睛反光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进来是有人在找你了。真的吗？你现在赶快把我的直播，你赶快把我的直播就是转到你的微博去，让你的粉丝来看你的直播。等一下你的粉丝慢慢进来了之后，我就走了，让你直播。所以今天变成我的主场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。哎。你开美颜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这偶像包袱很重的。哎，我们不是要开美颜，我们现在长得很好看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是吗？我并没有觉得呀。好吧，我最喜欢开这种魔法变脸。有差吗？没差。对啊，不是，因为其实我们灯很亮。你这个灯反光。嗨，我刚没有形象，他一直都这样。对啊，他生活中也是。你知道，其实我们就是你知道。你知道，就是如果有就是有偶像包袱的话呢，就没有兴趣了。像你这种，偶像包袱太重了。偶像包袱还重吗？你来扮个鬼脸好不好？我扮鬼脸。为了我，为了我的直播，有什么好处？破十万，扮一个鬼脸。可是现在都99,000了。对，反正就是破十万就来个。我喜欢有点挑战性的，你这边完全没有挑战性啊！马上。我都不需要挑战性，我再要挑战性，我就看不到东西了。来啊，表演一下。那一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多丑是比谁丑吗？好，谁最丑可以吗？好，好来。我很会做鬼脸哦。来哦。好久没做鬼脸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干什么？这是你的套路，大姐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痛。哎，我不受不了你了，107,000，20,000再一次。大姐，大家刚有拍到吗？大家刚有看到张某的鬼脸吗？哎，好丑啊！对啊，我自主鬼脸巨丑，就贼能丑，还能更丑。不会的，有我在呢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哎呦，好兄弟，你这样子我怎么样舍得呢？好兄弟，我这样子我都害羞了呢。你看，我都快要爱上你了。我跟你在一块特别爷们儿。对，为什么我变那么像小女孩？我又发生了一个对。啊！啊啊！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啊，就是你们的萌呢，你们的丹萌呢是非常爷们的，真的非常爷们。
我外表虽然很爷们，我觉得，可是我的心比他少女太多了。因为我，你好好说话好吗？我昨天就是，我今天在跟他玩，然后呢，我就这样，我这样抓住他，你知道他发什么声音吗？不是你在你那天我直播的时候，你咬了我一口。对，那天是咬了你一口，然后今天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回放。然后今天是我抱了弄了你跟你玩，然后你不是一直这样就普通。没有你声音这么粗。真的有。怎么可能有这么粗？你那时候咬也是这样也是这个声音有没有？真的有这个声音。那你们去看我那天的直播，微博上有，超搞笑。对，把我俩笑死了。你知道普通女生，我怎么会发出？普通女生应该会这样，这样。那你呢？一直你看，你看长得这么好，这么，你看长得这么漂亮的一个脸。长得这么好看一个脸，你知道我每次如果人家弄我，我就会这样，这是正常女生的声音，这是女生会吓到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喂，是这是正常的，可是他呢就是那种，那咬了我一口超疼的，你再咬我一下，我上次怎么来着？你在前面。你在前面，然后我觉得很难学会啊！我在说话，然后然后你的脸是这样，对的对的，好搞笑！天哪，太好笑了！好听哦，谢谢。还有好多人给你刷礼物哎，你要不要谢谢大家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刷送我礼物。你要不要念一下他的名字？大熊摇树，谢谢你，保证不吓你，谢谢你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保证不吓你，这个名字好可爱哦。嗯，保证不吓我。好的。哇，谢谢你们大家的礼物。所以其实刷礼物可以讲到名字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就是你也可以就是谢谢大家嘛。就是、谢谢4000猴子，谢谢楚萌。哦，你好费劲，叫楚楚就可以了。楚萌。萌。谢谢歪熊歪胖熊猫 L。谢谢他什么字？鼠王什么什么？快快快，借我借我。哎呀哎呀没看见了。旁边这个是谁吗？旁边这个是刘丹萌。刘丹萌。谢谢洪荒哎呀。谢谢文维 TASS 小太阳。你可以少念一点。谢谢思雨谢谢肖敏儿0813。谢谢这个字快帮我念。这个。什么树王抒情奇段吗？寒心寒、什么呀？不是、就很多字我不会念呢、那就别念了，念一下好了。黄子韬还是要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大萌卖个萌，我不会卖萌。你不会卖萌吗？对，我只会唱可爱的歌。你最会卖萌了，你我真不会。别说卖个萌，然后导演就每次说让你卖，说卖个萌，我不会。我说我做一个，你跟我学一个，可以吗？第一个，不会这样。1 2 3，不要这样。不会啊。这样。害羞，不行，来不了。哎呦，试一下嘛，大家都想看。不，他说卖萌，他说卖萌，可好看了，拉倒吧，什么都卖萌了，我从来不卖萌的。你看他都可以卖萌了，他是一个小男孩呢。这个可以，这个。是什么？你要做脸啊。不会。哎呀。对啊，我又回来了。大家欢迎我吗？还是就不想见到我？天然萌可以吗？我不会卖萌，从来不那样做，我很作耶。好吧。像我就是天，我也是天然萌。能抢。我随时都可以这样。你是在卖萌啊？谢谢。你是在卖萌啊？这个在卖萌啊。好了，不要为难我，我脸都红了。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吗？他没走了，他逗你玩的，他最喜欢耍人了。你吃吗？吃。还有半小时。叫姐姐。姐姐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最后，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，对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泛着一场空，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，太阳不会放弃天空，哦，哪怕你不再属于我，我会在不同的窗口给你拥抱。哦，我不会唱。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最后，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。哦，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泛着一场空，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，我忘不掉你第一次吻我。哦哦哦，好好听啊，真的好听。利落干脆，再见不负遇见。我看人留言呢，我还害羞吗？我又没看，我真没看你，我看人留言。你看留言就我的脸就在这啊。我没看你脸，我看人留言呢。你看留言也会看到我脸啊。我看你粉丝呢，我没看你。我旁边的人是谁吗？不用问，是他姐姐，是一个，是他的姐姐。他是一个长得很丑的人。是他姐姐，是一个长得很丑的人。好啦，那我就唱一首《体面》了，你想想。假唱，假唱。你讲的好长哦，你可以听到了吃薯片的声音，你能不能忍一忍吃？我就这一个沙发，我没地儿坐。我小一点声音吃，好吧？你要这样，这样。我小一点。多香啊！你们听着。怎么去北京吗？其实这个点呢，是从我去比明星的诞生开始。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人看过明星的诞生，就是当时去明星的诞生去完了之后呢。我刚好认识了一个长得特别丑的女生，她叫做刘丹萌。你滚！然后呢，她就看到就是我的身体里面有那种发光的那种感觉，哦，所以呢，她就觉得说你是夜光的。对，她就觉得说，你想不想要来北京试试看，来发展发展，说不定会更好，还是就是。可以换换新环境什么的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姐姐对我也太好了。然后她就说，你来北京也不用害怕，你也可以跟我一块住，反正我也是自己一个人这样。然后我就来北京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挺害怕的，因为不是自己的家嘛。对，在台湾的时候也没有那种，也不是自己的家，然后又来到北京就更陌生的地方，就会更害怕。然后幸好有那个丑女在，就丑女刘丹萌一块更害怕了。对，结果跟刘丹萌住一块更害怕了，她天天骂我，天天打我，特别烦，然后天天欺负我。你走开吧。有事没事就找我麻烦那一种。你走开吧。没有，这就是我来北京的原因吧。然后到现在。你好好说。哎呀，没事，就让大家讨厌，你的粉丝都就让人家讨厌一下，你怎么啦？变成我的黑粉了。现在我还是属于可米的，所以肯定还是会有人管的啦。不用太害怕，放心吧。